他之前那把保不齐呀、啊。你保吧。怎么来着？他之前保不齐，他懂得。钱上。钱上。钱上他反应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七。今天弟弟的那个塘子，然后这几天清理也清得比较干净了。我们把所有的水，然后都放到塘子里。之前不是把那个鱼全部放到这两个这个田里的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这边的水又要抽干，把这边的鱼，然后放到那边的塘子里面去。现在弟弟已经在前面抓鱼了，水还有点多，等那个水少的时候我也下去抓。因为只有一个那个他那个渔夫库。那个小的个豆豆，看那个那个大鱼，来了没来？把那个大鱼直踩的，哪里啦？在那没动。嘿嘿嘿嘿，来吧，来吧。来吧，凶得很，空得很，来空得很。管了。哎，要拖着拖一下。看这个田比较浅，这鱼它都起来浮在上面来了。它的嘴巴都能看见，白色的嘴巴。现在这个塘子都准备往里面放水了，拉水从这个田里面捞的这个鱼，就这边给它消消鱼，消个毒什么的。这边的田里，哇，这里面的，我这个田，你搬得得嘞？要捞去哟，可以下水哟。这条鱼都跑到这个流水口来了，来进来，你爬进来吗？这怎么有好多那个果子一样的东西？看这条鱼在逆流而上啊，它马上就要被冲下去了，冲到那个龙眼下面去了。它一直在迎难而上，逆着水流，来，流到我的笼子里来。哎，我这好像把它扛不下。哎呦嘿，给它，嘿，我那个网把那个带行不？那鱼呢？我没看到鱼在那里呢。哎，没办法，哎呀，没办法，先给鱼消个毒。先把放下去，直接放下去吧，放不住下去了。今天的这个鱼也抓的差不多了，没有剩几条了，现在就剩弟弟一个人在那抓。
它在下面比较好抓一点，我刚刚一直在岸上抓，你看弄得我身上到处都是泥。好啦，小七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哦，拜拜。